十分寮瀑布，十分风景特定区，位于台湾东北部实地瑞芳与双溪之间的十分寮周边，行政区属于新北市平溪区，地理位置是在基隆河的支流上，在台湾风景区中是属于瀑布型溪谷。基隆河是北部地区最大也是最长的一条河流，由于源头的侵蚀作用与附近切割的地形关系，造成许多的断层与奇岩，而河水流经过这些断层和奇岩之后，因速度快而造成许多瀑布奇观。北至猴童，至三雕岭，再延伸至十分寮，平溪一带形成一连串此起彼落的瀑布群，其中最大且最著名的就是十分寮瀑布，在假日总是人潮汹涌，络绎不绝。十分寮瀑布属于帘幕式瀑布，瀑布下方水潭极深，瀑布就像千军万马奔腾，倾泻而下，感觉就像一袭白色绸缎坠入一大片宽广深潭。形成水汽经常弥漫在瀑潭的上方，经阳光的照射，便呈现出一道彩虹，呈现出晴空霓虹的璀璨夺目，故有彩虹渊的美名。十分瀑布因岩层的倾向与水流相反，属于逆斜层瀑布，情况与北美的尼加拉瀑布相似，使其赢得台湾尼加拉瀑布的美誉。交通资讯：自行开车走国道一号八堵交流道下省道六十二线瑞芳交流道下省道二丁，然后走106线国道三号南港系统交流道下，国道五号石碇交流道下，走四道106线，四道106线。大众运输搭高铁或台铁至台北车站下，转搭台铁至瑞芳或八堵站下，转搭台铁十分车站下。